种路哦，是赶工的路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像我去到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这样子我会觉得是专职的。我知道是什么厂了啦，强肥强大的一个工厂，占地11 acre。这是我的8寸床，压缩的。普通的机器呢要200千，那这一整台呢就是要160万。Lorong Industry 连 map 都讲了，这边是 Industry Area。这种路哦是赶工的路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像我赶工，像我赶工，很像你赶工。你看这些路 ，Oh my god！ 那你看勉勉强强走两条。OK， 今天呢，听讲我一个很特别的任务，阿 Ken 讲要带我去参观工厂。我们刚才来的路上是很可怕的，那条路哦是小条道哦，只够一辆车走，然后路烂烂。我觉得到底我们去了哪里？这个地方真的很像你干不？有。就我们今天到底是要去哪一个工厂？去到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这样子我会觉得是专职哎。不要想那么多。我知道是什么厂了啦，就是一个很出名的 NetPro 床公司。刚老板讲会带我参观这整排的厂，然后会带我看从原料生产到一个床出来推出市场卖的全过程。So let's go in。原来床的里面是这样子的呀。它这边呢，全部是不同版本的那种床的边边，比如说你看这种视频是我们在那种 hotel 看到的那种，反正就是各种版本、各种类型的。喂，这里来玩的、啊，很可爱。后面这些机器哦，其实就是各种刺绣的机器，它可以印很多不同的图案在床上面那一层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印你的脸哦，如果你想要的话啦。身后的这一台呢，就是他们整个工厂最贵的那一台机器啊。普通的机器呢要200千，那这一整台呢就是要160万，超贵的。它这一台机器最大的重点呢，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床的上面那一层跟海绵，然后无纺布三个粘在一起，然后直接切成你想要的尺寸，然后出来。普通的机器是要人手剪的，它是直接机器剪，所以才要这样贵耶。OK， 这一台呢，就是全马来西亚只有他们有的，就是金属探测器。这个呢，就是为了侦测到底床垫里面哦有没有一些金属。你知道工厂里面有很多针头啊，那一个不小心如果断了在里面的话，这样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是睡上去了？所以每一个床100%都要经过这一个金属探测器，确保非常安全，一点金属都没有。然后这些就是已经全部过了检测了的，非常安全，可以敢敢的躺下去了。非常大的一个工厂，占地11 acre，然后它这边总共有15间厂，整排都是，太夸张了。好了，现在要带我们去看它的 container。这个全部的 container 都是装着准备 export 出去的床，你知道吗？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超级多的。但是这些床他们做20多年就是 export 出去的，所以很多大牌子都是用他们家的床，然后这些就是他们每一天的出货量，你知道吗？一个 container 可以装多少个？700多张压缩床啊，好像是这个啦，那个啦，有木有什么啊？你这边帮我删色掉啊，然后有这个啦，有这个。这个，小姐，你是不是知道的有点太多？我知道的有点太多了，都帮我马赛克消音。接下来这边呢，就是他们的棉厂，这些都是玻璃棉。然后等下呢，这些玻璃棉呢，都会一个一个去处理，这样怎样处理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一个枕头是这样子做出来的，太神奇了！它就是有一个液体，然后倒一点点，给它发到好像发勾这样子，然后再用模具压出那个形状。听讲这种枕头哦，是10年
都不会坏的，很紧，太神奇了。这个就是刚刚出炉的 memory foam 枕头，它上面哦，黏黏的，还是一点点，刚刚出炉，因为黏住我手了。这个是 memory feel， 这个是 latex feel。喂，等一等啊！等一等啊！快领购，快领购！老板刚刚送我们什么？拿出来 ！Memory， 有食有拎啊你！哎呀！这边全部都是那个机器发出来的海绵。来。每个床都是要花很多很多很多心思才做出来的。OK， 看完了工厂之后呢，现在我们就要来开箱成品。那这个呢就不是普通的床哦，这张呢是压缩床，就是把一个很大的床直接真空包装压缩成一个小小的床。 OK， 那我们今天来开箱的就是这个八寸的床。那其实如果是十二寸呢，也是可以压缩成这样子的，但是我刚才试过，我觉得八寸比较难活啦。来开吧，惨了，我刀片都不用，还要学人家开箱压缩床。床 Oh my god， 这是个床。床啊，我明明是要开箱床的，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啊？我的妈，这是我开过最大的东西了，这是我开过最重最大的东西了，我已经整个人进去了。我大哥，这是我的八寸床压缩的。 OK， 那为什么要做成压缩床这个东西呢？目的其实是有两个的。第一个就是省钱，因为我们运输的时候呢都是这种大的东西，我们都算体积的嘛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卷成这个形状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你体积就省了很多，就是说你的运费也省了很多。第二个呢就是方便拿，那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去买床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开自己的车去，你不是每个人都找 lorry 的吗？但是如果你有压缩床的话，基本上你直接像我的车，我都可以把这个装进去了，我阿虾载抱哦，都是可以的哦。来开始这个神圣的仪式吧。这边呢，你看啊，还有一个写 cut here， 刚才他有送我一个 cutter 的，这 cutter 我们跟着这条线，然后这样子割过去就可以了。哦，我真是割到很准的，你看哇。之后呢，它就会像是这样子，薄薄的，好像去这样子的一片东西。看到吗？我的八寸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准备把它这个压缩的袋割开。割开之后呢，空气就会进去，这时候呢就会发上来，就一个变成普通的床。冲向晚秀。Yeah！ 上来哦，上来哦，上来哦，上来哦。好啊，在网上。快找，你看，刚才是这样子的啊。但它是这个尺寸的，是七十啊，记得现在变分割。对，它现在是慢慢在上啊，但是他们有讲，如果要上到100%的话，是要24小时。所以我们24小时之后再见啦，拜拜。因为洗干净棺材，我们已经24小时过去了啦。这一张呢，就是已经上到100%正常的一个情况下面的样子。这个压缩床开箱已经完成了，我得收工啦。梁，带你来看不是钻石的工厂开箱，还可以吧？竟然带我去这个床工厂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开眼界，因为没有想过平时我们睡的床哦，睡不了吗？没有想过下面原来是牵涉那么多的复杂工程，我觉得太厉害了，我以后会好好珍惜这一切。好啦，喜欢这个影片呢，记得给个 like， 然后分享出去，然后看很多很多次，然后记得 follow 我的 IG、Facebook 还有 YouTube， 我是可恩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所以刚刚老板就有告诉我说呢，从8月份开始，床的原料也就是海绵、弹簧还有无纺布的价钱一直在上，尤其是海绵最多已经涨到70%了。但是 Napro 老板真的是很好人，他有说无论这天起到怎样哦，在双11那一天，他们还是会收回7月份之前的价钱，也就是说他们是亏本卖。
大减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大家记得在双十一那天留守 Nepro 在 Lazada 的专卖店 ，Go Go Go！